话，可以镜子会反照。这样了，我看到了。谢谢你擦。你没擦吗？我有安全裤。有照到吗？背，我刚瞄的。你没擦我的背。哦呦，没事没事的，没事没事。没关系，老公不在。妈妈妈妈生了孩子，放比较开。我有穿安全裤啦，没关系。谢谢谢谢提醒我们，差点让 Debbie 上新闻，Debbie 要曝光了。哎，俊汉是俊汉提醒我们的。那我现在讲一下 ，Debbie 上身是一件 CP 值很高的 T 恤，250块。真假的？250。两百五吧？是不是？它是超舒服的哦，超舒服。它是极简五分袖针织上衣，那它总共有，应该有蛮多颜色。对，一二三四。五个颜色，像 Debbie 身上穿的是白色，对，而且你看它弹性真的超好的，很舒服，弹性很好吗？很好啊，我觉得蛮好，就差不多，对，蛮好的，对对对，弹性很软的布，它还有白色，然后粉杏色，哎，这个是奶茶杏，然后这个是粉红色，两个颜色摆在一起有点不一样，然后还有黑色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水蓝色，水蓝色待会再穿。就是一件我觉得又是可以就是很好搭的 T， 因为它就蛮便宜的。对，然后领口它是做小船型领，这边有一点带一字的感觉，然后这个地方是有滚这样圆弧边的设计，领口的话会压到锁骨边，可是因为它领口做的比较一致，所以就是可以露那个脖子的线条，对，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脖子变短啊，看起来头变大之类的。嗯，因为我觉得露出脖子还蛮重要的，一直都在有多想露，一定要露啊。对，你老公就辣妹啊。对啊，他很烦。不会好不好？然后下身搭的裙子我觉得很漂亮，它是一件米黄色的碎花裙，裙子的名字是花吹雪雪纺伞裙，名字好难哦。好长哦。它是一件轻飘飘的雪纺材质，对，很轻薄，然后它也是那种随便一走路然后干嘛就超级飘逸的飘逸的伞裙，对。然后 Debbie 穿的是米黄色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颜色是黑色。它有分尺寸吗？它没有，它是 free size， 我觉得可以穿到小 L 号，小 L， 因为它腰后面是后面是弹性的，对，你都 Debbie。腰26x35穿起来都还有空间，蛮多蛮大的，很舒服吧？对，而且它就是不会让蛮修饰身形的，不会这边有一截，很多像这种裙子很容易这一圈啊，或者是尺寸要选对，对对对。然后它是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黑色，另外一个是米黄色，然后黑色上面是搭粉红色的小花，就有点晕染的粉红色小花，这个也蛮可爱的。我觉得不一样，但因为我们上一场直播穿的黑色，所以我帮你配米黄色。米黄色，我觉得如果你是皮肤比较白皙或是中间肤色的女生，就可以挑米黄色。那如果你比较怕显黄的话，就是你的肤色比较偏黄肌的话，就可以挑黑色。对，就可以挑黑色。那它这两个颜色搭，我觉得基本颜色的上衣都蛮好看的。那这样子是不是很飘逸？像是你上次上个月你穿了我们一件裙子以后，它就卖得很好，真的、哦。对，那件裙子真的超厉害。是那个啊？他说裙子多长？裙子多长？谁说？客人问。看一下官网有尺寸，我看一下。头号粉丝问的。头号粉丝，裙子多长？我现在量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官网有尺寸吧？我们官网都有提供尺寸。对，我们官网都有。提供那个平量尺寸哦。我现在再量一次好了。好的。这个外套是要搭这件的。对，是吗？对对。那我来搭。好。长度大概82-83公分。长度大概82-83。那个官网有提供更详细的尺寸平量，可以直接到官网参考。等一下直播完复习的时候去官网参考。然后我帮 Debbie 搭了一个外套，外套是春日微风口袋短版外套，它是一件短中短版长度的，就差不多
臀只有盖三分之一的长度，臀大概盖三分之一。那它是水，它是仿丹宁的水洗，就是棉材质，它是有厚度，但是是不是有厚度，就厚度大概中等哎、欸，不到丹宁，就是不到牛仔外套那么厚，对，然后比较软一点，所以你要折袖子或什么的话，就还蛮方便，蛮好折，然后随便就。然后它是一款版型是落肩的外套，所以它会有一点小宽松，所以比较搭，我觉得搭裤子或裙装都也蛮适合，算是一个休闲的外套。休闲然后它我比较它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米白色，官网现在现场现在没有米白色，然后另外一个是 Debbie 身上的深蓝色。那我觉得这个深蓝色很漂亮，因为它就比较像是有点它有点仿丹宁的水洗感、但它其实是棉质的，所以它的那个我觉得它的成色会比较怎么讲，比较我踢到镜头害我这时间忘词，就是它的成就是外套的成色会比较饱和一点，就颜色，因为如果你是丹宁刷色的话，它会有一点白白的那个刷，就是水洗的感觉，就是牛仔的那种水洗感。那因为它是棉质的，所以它就是近看还是颜色是饱和的，而且这个色颜色蛮特别的，我很少看到这种、就是、外套还是什么这种。然后它胸口有两个圆圆的口袋，是可以真的可以用的。然后两侧是没有口袋设计的。嗯，它长度就是大概像这样。我觉得搭碎花洋装，或是碎花背心，或者是牛仔裤，也可以。对啊，或者是那种 one piece 吗 ？Semi pen 问说是新品吗？对，今天穿的全部都是新品。杏花斜百褶，杏花斜百褶洋装。我们没有穿，因为厂商通知断货了，我们现在就只有官网上面的现货，所以要穿吗？ Sammy 想要看黑白格子裙，好哦，等一下我们有帮 Debbie 有打到。这件裙子好飘逸，好温柔，没错，真的很温柔、欸、它是很温柔、欸、看起来就超有气质，小姐姐的小姐姐，温柔小姐 姐, 小 姐, 姐，我觉得很适合春天的颜色，姐姐都不会长大的，她本身就是姐姐，真的，她本身就是姐姐。你还要不要卖啊？她说姐姐都不会长。怎么从头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小姐姐？那不然要变什么、啊？大姐姐，不然想要变什么、啊？有笑她。啊，收回收回，那个赖讯息不是可以收回吗？收回。用 P 的吗？如果搭配新洋装的话也可以。这边搭一点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也应该也。等一下有让你穿，这样搭起来也很漂亮，就是碎花洋装也可以搭，然后如果你是搭裤装的话当然也没问题，像前几天那么热的天气穿这样就蛮适合，晚上还是有点微凉，对，可以搭个外套出门还是要搭一下，对啊，嗯，好，下一套。